好，翻嚟7月3號嘅《啤梨漫步》，咁呢一首咧係新嘅版本喎，《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嘅。OK， 有冇聽過啊？之前冇。OK， 咁我都冇聽過嘅。OK， 因為有個網友咧，即係女網友嚟噶，咁啊 Facebook 就 message 咗呢一隻歌俾我。咁我見到之後咧，咁我再上 Facebook 揾下都冇喎。咁首先我講下《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呢只歌呢只歌啦。嗱，如果呢只歌你聽佢原曲咧，佢就唔算係好啊，唔算係好左交嘅。咁但係好遺憾地咧。即係好多歌咧，一俾人哋即係所謂嘅左膠唱咗之後咧，特別係改咗個咩咩咩斯文瑞未發聲，佢話未發聲之後咧，咁又就帶有一點點嘅左味。OK， 咁首先要海闊天空都係啦，係啊，海闊天空好好一首歌啦，抗戰20年啦。嗱，要咁講啦，我即係嗱，我認為咧個運動係有啲歌係合理嘅，冇理由冇噶嘛。OK， 咁但係咧即係。即係我哋都要撇開咗呢啲咁嘅嘢先啦。咁雖然咧，我點解會播呢一隻歌開始咧？第一就係我要尊重個女網友 send 俾我啦。第二就係我不能讓我一個人聽到，我要大家都聽到。咁我真係唔明點解，我真係唔明我啲女網友都聽得我節目，你點會 send 啲咁嘅歌俾我嘅咧？係嘛？即係雖然呢首歌其實啲歌詞已經係比較好啲嘅啦，即係比呢個斯文瑞。我未發聲，最少我郭少傑先啦，係啦 ，OK， 郭少傑有份唱添啦，真係好撚慘啊！郭少傑而家仲冇揾監啊，仆街！聽日嗱唔緊要，聽日我日本我去探佢 ，OK， 佢喺東京係嘛？係啊，我落大阪啫 ，OK， 咁啊，我就嗱，我去日本我就好守規矩嘅，咁我一定會睇鹹碟啊，睇鹹帶啊，睇啲舊嘅即係DVD 啊咁樣啦，咁啊食下魚生啊，我同我老婆去啫，我又唔係同人妻去 ，OK， 即係都係人妻，不過係我妻啫 ，OK， 咁啊。我就嘆世界，你就捱世界，呢啲就係命運嘅大不同啊，係嘛？即係有時呃拉嘅嘢咧都要審慎嘅，即係唔好咁樣戇鳩。咁雖然我都認為咧，日本仔咧對佢就非常唔公道啦，有乜撚嘢理由啫？就算你點判啊，啲咁嘅案啊，最終咪判3個月緩刑，仲要境外人士，而家就咁喺度屈都屈咗半年啦。咁你話如果就咁睇落去咧，咁啊似乎咧啊～都係中間有啲政治嘅角力喎，不過少啲人提嘅喎。OK， 好啦，咁啊，今日多嘢講啦，當然仍然嚇。咁啊，首先咧就呢兩日咧就係咁喺度，大家都仲喺度啊講緊啊7月1號即係所謂嘅衝擊立法會嘅事情啦啊。咁我哋自己咧就咁喺收音機度聽啦，即係無論你係啊網台啦，定係傳統媒體啦。咁我記得我喺6月30號，甚至乎7月1號嗰日嘅節目，我都話咧，我覺得真係未必會 backfire 喎，真係未必會呃到，即係或者令到市民好震、好憤怒啦，因為你暴力噶嘛。咁果然就係如此喎。嗱，琴日其實琴日出嘅呢個統計就係情報同埋經濟通啊，呢兩份報紙都比較新建制啦。其實而家全部報紙都比較新建制啦，可以講 OK。咁佢做個調，佢做嗰個問題喎，嗰個問調喎，就係一批示威者攻入立法會，喂盡情破壞、肆意破壞，你認為認同此表達訴求嘅方法嗎？咁去到尋晚8點咧，有24,634人參與。哇！那個 sample 好大喎，犀利過呢個撐警嘅集會人數喎，21萬幾喎。OK， 認同嘅係81%，即係認同佢哋呢一個表達訴求嘅方法。即係建制媒體嚟喎，建制媒體啊，唔認同嘅9%，冇意見咧10%。喺呢啲咁嘅情況底下咧。基本上咧就係全民都認為係冇乜問題，咁呢一個咧，咁亦都係我覺得咧，真係奸有奸輸啦。即係而家睇翻轉頭咧，即係有啲人話：，千祈唔好咁多陰謀啊，乜乜乜。但係實在太明顯啦，我到而家都認為咧，嗰個某程度咧，嗱，你話係局又好，又或者啱啱今日即係蘋果報道啊，就係又係習近平密停啦。即係 OK， 咁無論如何任何情況都好啦。即係其實嗰日我哋睇已經係好奇怪㗎啦，下晝開始撞穿咗唔入，差人突然間唔見，飲鳩你入去，夜晚臨清場前個零鐘，喂，屌你清場啦，清場啦，係啊，就驚你走唔切，咁好多好多好多嘢係啊，
真係好明顯嘅，即係空城計啦，有曬片啦。咁啊，甚至乎咧，即係連登仔啊，或者好多網民真係好撚犀利啦，就發覺咧嗰、那個我唔知道六點定七點定阿 Sir 啊，嗯，嗰只標語屌你老母你出嚟匯報九點鐘嗰陣時啊，真係係嗰只標，屌你老母點解你嗰陣時就標係五點幾嘅？跟住警方話其實呢條片係十點幾嘅，真係即時嘅。OK， 嗱你點講都好，後來又話只標壞咗啦。嗯，咁壞咗你會唔知道？咁啊，首先我要咁講啦。基本上今時今日咧，戴錶嘅人係好撚少噶啦，因為大家有電話。係啊 ，OK， 戴得錶嘅人，咁我覺得佢都係一種執著啦，就認為即係戴錶，你當係時尚就好。咁你點都唔會容許自己一隻屌你老母爭幾個鐘頭嘅錶啩？不過有時有啲人戴錶咧，係即係要 show 下啲身家啦。咁你都冇理由係一隻左手伸一伸就貴過你全身。但係都唔會戴一隻屌你老母爭幾粒鐘嘅錶噶嘛？嗯，真係好撚賓州噶嘛，好撚肉酸噶嘛，大佬。如果真係咁咧，我證明佢辦事能力一定係低下嘅。我同大家講，屌你老母臭閪！如果今時今日有人有確即係收藏錶嘅習慣咧，我明白嘅，冇問題。阿總理佢阿總理都係㗎，係啊 ，OK。但是如果有人竟然認為戴隻錶就代表我好撚有型、好撚有錢嘅，嗰扎唔該鏟，嗰啲撚嘢要全部死撚死撚絕，屌你老母臭閪，戴錶已經係唔該鏟啦，屌邊人戴錶噶？屌你老母你戴錶嚟做咩啊？睇睇時間咯，屌你睇時間，周圍有電話，係呢個電話仲要係屌你老母拎up咗個互聯網，屌永遠準時嘅，咁點解你戴錶咧？屌你老母臭閪！真係谷諗起講講下，即係講到呢樣嘢。咩 iWatch 啊？雖然我都唔知咩嚟。唔係，而家有啲撚樣帶埋嗰啲咧，即係我哋識嗰啲 friend 啊。咩跑步啊？又心跳啊？又話屌你咁多撚魚啦！你老實講，我發覺啊，心跳好撚高啊，心臟病啊！屌你老母，你都心臟病啦！嗰陣時你帶嚟都冇撚用啦，係嘛 ？OK， 不過唔緊要啦，人哋要中意帶唔緊要。即係我覺得咧，即係其實個局係好明顯啦。咁但係我琴日講過啦，但係問題就是今次呢一班僆仔個前因。即係佢入去真係好有道理嘅喎，個後果就係佢哋入到去，喂，即係乖到咁樣嘅時候咧，喂，呢啲嘢慢慢咧，咁即係你就會令到咧啊啲，即係香港即係始終係資訊發達啊，你再用呢啲招數咧，實在係真係好難，即係我覺得好難，即係好難成功嘅啦，今時今日 ，OK， 咁但係戲又要照演啦。嗰場戲係咩戲呢？既然如果你話喂一早已經係講定嗰段片啊，會有人衝入去肆意破壞啊，三四點鐘、四點鐘林鄭月娥出嚟啊，要強烈要譴責啊，屌你老母閪又會全力執拿歸案啊！咁你然後跟住呢一兩日咪全部走曬出嚟咯，全部走曬出嚟譴責咯。你係預咗嘅，譴責都不特止啊！有啲所謂咩香港警察街有啲網頁啊，有啲藍絲啊，仲擺曬啲相話，哎呀，依家揾緊個仔啊，擺明就篤灰，幾撚冚家產，見一個就 report 一個。啱啦，呢啲唔使俾面嘅，唔使俾面你要屌啊 ！OK， 好啦，即係我要咁樣講啦，首先我個觀察就好得意嘅嗱，我唔知個運動應該會點樣行落去啦。因為而家如果就咁樣咧，你話大家當冇事咧，咁有幾種後果嘅。咁第一，咁你個特區政府係咪可以當你哋冇事啊？咁樣有一班人執咗手個立法會喎，咁撚樣搞法喎，喂，好啦，就算我當退一萬步，哎呀，特區政府熬底啊，共產黨唔知點做啊，因為驚咧又掀起千重萬重浪。因為點解咧？好多人咧，即係可能同我意見唔同啦，就覺得咧有美國佬，譬如阿新嗰個唐偉康啊。又或者 Donald Trump 都唔係好多表態喎。喂，我覺得其實我一陣下我有即係、就是、我有張節會講嘅。唐偉康唔掂添。喂，我覺得你覺得佢講嘅嘢唔掂啫，但係佢冇講過乜嘢，佢話好失望咯，有暴力。OK， 咁呢啲説話你我覺得係好恰當嘅。你想佢點講？你想即係佢冇理由話我反對暴力。佢話佢唔希望見即係、就是、見到暴力發生，好失望，希望各方面都不要用暴力。OK， 好啦，咁但係我到而家都相信咧，我到而家呢刻都相信咧，香港呢個場其實已經係由美國佬睇噶啦，再唔係你中共啦。咁當然中共即使應承咗一啲嘢，我唔知啊嚇。咁佢一樣以佢個本能咧，佢一樣係會繼續干預嘅。OK， 咁呢樣嘢係全香港人，無論你左派。無論右派，無論中間派，係人都知道。就大家又係想當佢啊，家和萬事興啦，好似譚詠麟啊 A 諗話齋，唔好諗，即係好似有時同老婆嗌完交，未解決件事，大家當唔講，你以為叫解決咗？結果最後就係一鋪再大鑊啲嘅。
一定係咁啦。嗱，老實講，作為朝早派咧，咁我真係唔介意再大鑊啲嘅啊。咁亦都有好多咧沉澱咗兩日啦。咁我當然咧喺呢個月我所講過，有啲嘢思想係轉變啦。咁但係咧有好多我聽見好多啲 KOL 有其他人講咧，就而家證明咧呢一個勇武行動係唔得。咁我唔同意㗎，我唔一定同意。我覺得勇武行動是未必不得的，但是當然有些細節就即係有些是很重點的啦嚇。咁呢一樣嘢咧就係可以下一陣先講。咁今日梗係想講下咧，《蘋果日報》報導啦，又是咧阿韓正再落嚟，嚟咗兩次，嚟咗兩次。咁啊，而家表示震驚啦，話屌你諗乜搞撚錯啊！搞撚到咁撚樣啊！咁啊，證明咧特首施政咧就誤判形勢。咁啊，至於嗰啲媒體咧，使咁撚多錢養你班冚家產，完全唔能夠控制到個輿論。你甚至乎而家你做個民調出嚟，竟然係有冇搞撚錯？八成一人係支持認為嗰啲咁嘅暴徒啊，佢哋口中嘅暴徒啊，包括《人民日報》同埋《環球時報》嘅暴徒啊，闖入立法會，仲要掛撚埋一支屌你乜英國旗、亂植旗。喂，竟然你哋係做嘢做撚成咁樣樣嘅，咁啊，即係嚴厲指責啦，即係等。OK， 咁我哋就講下呢一樣嘢啦。嗱，首先咧，你睇篇文章啦，佢成篇文章咧。嗱喺蘋果度登出嚟噶，咁有消息人士啦。咁你蘋果做得媒體嘅，佢一定會有消息人士嘅啦。咁但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發覺咧，蘋果一樣嘢嗱，我唔係話佢係鬼喎，定係我哋華人始終唔擺脱到呢一種喺華人社會入邊去論證嘅心態咧。嗱，佢呢一段嘢大致講嚟講去咧，又什麼震驚中南海啊，又屌你習近平喝停，屌你唔好開槍流血啊！咁似大紀元嘅？唔係啊，你呢啲仍然係擺咗嗰樣係咩咧？永遠都係皇上英明，永遠都係屌你老母閪，你啲冚家產，屌你咁奸臣禍國，永遠都係咁樣嘅喎。原來又係林鄭出事嘅。先唔好講，阿老蕭去到今時今日，佢都認為佢雖然冇講啦，認為呢一個逃犯條例修訂咧係中央發版發落嘅，我就一直都堅持唔係，我認為係林鄭一個人即係搞到咁撚大嘅啫。OK， 但係如果根據今日嗰個蘋果嘅報導嚟睇，即係話無論你邊個發版，邊個嬲起即係揭起呢啲蘇州市都好，你鑊就孭撚硬啦。就係冇得唔孭鑊啦。所以有好多人好擔心林鄭月娥，或者共產黨為咗顧全林鄭，或者習近平的 face 咧唔會喐佢，我認為呢個是冇可能的事。我都認為冇可能。我記得當年冇可能嘅事，有條友叫潘漢年，就叫汪精衛，係毛澤東叫嘅。係啊。咁後屘咧，潘漢年咧雖然冇判死刑，但都俾人判佢誒，即係坐監又去勞改啊，即係搞到死咗，即係俾人就審咗兩次添，冤案嚟嘅。原因就係、是、喂，毛澤東叫你做嘅嘢。即係同你啲日本仔走嚟溝通，係賣國嘅事嘛，係漢奸嘅事嘛，等緊係有代罪羔羊噶啦。今次無論係林鄭提又好，習近平提出都好，你都係要你受噶啦。唔該，叫阿帶去受罪啊，梗係你啲靚去咩噶啦？喂，仲有、啊、林鄭洗定8月15啦。仲有啊，喂韓正啊，大家諗下，話就話佢係主管香港事務。佢掌握幾多幾多資料先？啱啱上任冇耐，兼夾就算上任好耐，喂，你都係聽嗰啲人馬仔匯報嘅啫嘛，咩港澳辦啊、中聯辦啊，甚至乎自己派幾個屌你所謂嗰啲國安啊，而家啲撚樣個個都有 agenda 嘅，個個個匯報咧都係不盡不實嘅。OK， 你能夠掌握到幾多？所以咧，每一次我見到咩屌嗰啲報道話咩韓正南下深圳，屌你有冇坐鎮？屌你近距離觀察，其實有陣時我真係拗頭，我真係諗下，其實去深圳。但係點解佢唔嚟香港？大家好容易明啊，即係尷尬啊嘛。係啊，一國兩制嚟。嗰時張德江都係去到深圳就為林鄭拉票。係啊，但係我係一樣嘢我唔明啊。嗱，為拉票就叫做屌你，移船就陷，容易見啲即係選委啫。即係香港嗰啲。係啊，你落嚟深圳所謂坐鎮。都不過是聽電話匯報啊，睇電視啫。點解唔喺北京聽咧？點解你咁撚辛苦呢？點解你唔喺中南海，或者你住湖北咪喺湖北咯？喺北京咪北京咯。你點解你都係落嚟深圳？屌你咁樣等啲人上嚟匯報。你話如果啲人要喂係咪要呢個世界上有咩事要親當面匯報咁樣巴閉先？OK， 所以呢啲咧即係。呢啲咁嘅羞恥啊，各樣嗰陣時，我好懷疑究竟有冇落過嚟㗎？同埋呢啲報道永遠都係嗱，之前啊，佢叫阿林鄭6.12之後出開記招啊，跟住咧7.1嗰晚要開記招啊，永遠講唔到咧。之後呢幾日阿韓正係有咩表態？噏唔出㗎，全部馬後炮啊！嗱，
馬後炮，你而家要砌翻個故事好容易嘅，但係跟住韓正係講乜嘢咧？有咩指令咧？永遠係唔知啦。嗯、就係話而家北京仲喺度屌你又震怒又剩，你想點先？咁震怒然後我睇呢啲以為阿漢江燮寫喎、啊。你而問題，你最重要喎，呢一篇嘢咧好撚怪嘅喎，你既然你咁樣去傳到呢啲消息，係消息人士啦。咁、個消息人士連呢啲幾時幾號幾度喺邊度都見到都知嘅時候，咁、有乜理由唔知道佢有咩指令有咩指示咧？淨係話北京震怒啊，不排除會喐鳩佢嘅。但係呢樣喐唔喐佢就好可能要睇乜乜乜。屌你老母咁真係作鳩嘢咯！即係 like 屌。但你起碼咧，即係要咁講，即係你咧，你都要咧。而最慘就係咧，包括即係我哋啲行家啦，唔好講邊個啦。都要係用呢啲嘢嚟評論。哦，佢由特首選舉嗰時已經係，同埋我最唔中意佢點咧？佢明明才子嚟啊嘛，佢次次講嘢都要揼個歌頭，要你要去、好似懶係嘢啊！唔係啊，咁、你才子實在太多啦。係譬如蕭生咁都係才子嚟㗎。係，咁佢都係用呢啲咁嘅資料嚟評嘅喎。係，但最少佢個頭唔係唔係你要我用呢啲資料嚟評都好容易㗎。嗱，首先你傳出咗話佢六月中落過嚟啊，咁好簡單啦。哦，落過嚟就叫佢喂點啊，搞唔搞得掂？林鄭話搞得掂冇問題，於是乎你要我講我都識講啦。啊，於是乎佢你一百萬人上完街，甚至乎佢打電話落嚟，喂，即係譬如九號前啦，八號，喂，林鄭有未有問題嗎？沒有沒有啊，嗰個叫咩主任啊？主任嚇、啊，我可以啦，我辦事你放心。好啦，103,000人，咁結果咁當然係。屌你老母！我辦事你放心喎，而家仲點搞啊？就梗係要屌你咁照過啦。點知十二號咧就乒呤乓啷喎，咁於是乎呢啲媒體就會出嚟啦。哎呀，原來其實嗰日啊真係上曬子彈啊！林鄭話係格殺勿論啊，下令。不過唔緊要，又有金像。係學撚住，點解嗰陣時學撚住啊？因為嗰陣時屌你習近平未見啊 Donald Trump 噶嘛，嚇、咁但係咧又冇乜指示喎、咁於是乎咪停撚喺度咯。嗰、那個禮拜咪戇撚鳩鳩咯，然後咧屌你老母閪，好啦，咁搞唔撚掂喎，你停撚咗都係冇辦法㗎。於是乎咧，阿韓正啊落咗深圳，然後同佢會面之後話嗱唔撚掂啊，你咁樣匿撚埋，屌你老母閪，嗱你出嚟道歉。於是乎佢咪十星期六咪出嚟屌你老母又話咩報歉嘅，係啊係啊係啊，點撚知屌你老母即係死唔撚斷氣，點撚知你唔撚出嚟遊自可，你出嚟又死唔斷氣，又堅決唔撚講，屌都撤回暫緩。啱啱咧，我哋阿梁義士就墮樓，即係喺金鐘跌咗落嚟。屌你老母，於是乎咪200,000咯。咁梗好啦，死啦200,000人，屌你老母16號咁點撚樣啊？就更加連韓正都熬撚曬底啦，因為之前佢都係叫老細叫啊嘛，打工啫嘛。老實佢又係攤攤啊，攣正塔陣啊啫。屌你老母咁點啊？嗰陣時啊，習近平咧，唉、屌你老母吹熟綠眼，又要走去準備見阿 Donald Trump。屌你又要走去見阿普京啊？嗰陣時係咪啊？普京啊嘛。屌你老母，好啦，於是乎咪又停撚喺度咯。喂，而家我講講下，我都識講嘅。係啊，嗰啲你可以學埋佢搖頭。跟住啊，林鄭啊，仲叫埋解放軍。不過最尾，習近平就頒聖旨，好似當年阻住阿689開槍。林鄭啊，係點樣咧？係咧，知道咦？要將解放軍碼頭屌你老母閪，交俾解放軍喎。嗱，本來呢個議題咧，都唔係即係我講過咧咁大嘅，因為屌你老母，你係攞咗香港人嘅，即係我哋俾人攞慣嘅嘛。屌你濕撚濕碎啦個碼頭，但係唔係啦？屌你老母，叫阿張華彪出嚟橫噏，一定要屌你老母閪喺6月20幾號之前，等佢通過，等啲人嬲。激嬲入去咧，於是乎佢咪可以名正言順，因為解放軍入嚟係唔撚得咁破壞一國兩制噶嘛。但係如果解放軍種地，你闖入咗入去，屌你警方真係可以難以執法噶喎。咁於是乎叫解放軍落嚟，咪天公地道咯。好在又係習近平喝停。咁習近平點解喝停咧？嗱，佢可能人心人口，因為佢驚擔心呢個六四翻版，但係亦都可能咧。係因為咧，同即係阿 Donald Trump 有個deal啦，喂唔好搞，不流血，不退讓，甚至係準備炒林鄭啦。好啦，咁但係咧，去到啦呢個禮拜啦，喂你咁樣搞法喎，唔撚掂喎，所以林鄭咧其實嗰日全日都冇出嚟，咁都唔知點做，佢可以點做啫？如果你俾佢嘅，佢就只能夠再揾到兩條鬼佬出嚟孭鑊，再開槍嘅啫。係佢冚家產咩得？係咪先？但係佢喂又唔撚知點做喎，咁於是乎即係戇撚鳩鳩咪有鳩你搞咯。咁啲差佬見到，妖你老母！阿羅亞忠話咁樣環境，屌你老母仲要我咩飛？咁啊屌你戇撚鳩鳩喎！屌你老母可以大家氣下氣下咁樣咯，我哋琴日講好啦，然後見到喂咁啊實在有失國體喎，於是乎咧阿韓正啊西環咧唔撚掂，屌你老母啱個時間，屌你咁4點鐘夜晚你好出嚟，屌你老母閪，因為嗰個咧就係、是。
國際媒體嘅夜傍晚啊嘛，即係黃金時間啊嘛。咁你先可以彰顯個國威，冇諗到由鵪鶉啊！你冇面，即係我哋冇面。係啊，嗱，咁呢啲咧，你砌出嚟咧係好撚啱嘅，亦都我唔夠膽話佢一定唔係事實，我唔夠膽講。咁但係原來做評論係點樣做評論呢？就只不過係根據一啲你根本都不能夠知道嘅，因為韓正嗰樣冇落過嚟。其實都冇人知嘅。係啊，係話你講嘅啫喎。因為我到而家都係首先要問，因為老少教啊嘛，屌你老母閪批判性思考啊嘛。屌你老母！我哋點解要信韓正落過嚟呢？又冇車飛，又冇影相，同埋依家科技年代啦，係咪先？佢落咗嚟實有相啊，實有消息啊！屌你老母閪！點解會話咁？你一如果原來你基基，原來我哋所有嘅評論推測咧，就係基上一個屌你老母大紀元啊、曾明啊之類啊嗰啲咁嘅文章啊，噏咗佢嘅名添唔係啊？咁尤清源都係根據呢啲文章嚟咩嘅啫？佢有時佢自己作先添啊！屌，咁所以即係。好奇怪啦，我覺得。咁但係喺而家呢個形勢底下咧，嗱，林鄭月娥咧，我琴日我純粹睇個氣息磁場，我哋下一節咧先再講啦，因為今日唔會做咁長嘅，因為我聽日要上機啊嘛。咁我反而係諗緊我哋個運動係點樣行落去咯，即係而家呢一刻，你話點行啊？佢如果唔突然間再提出啲嘢出嚟，我要同大家講，香港人係好唔憤氣。但是你要香港人再是咁幾十萬、一百萬人出嚟咧，我認為機會是很低啦。即係喺而家嚟講，有時候放暑假，喂，咁嗰班僆仔，如果真係逐個逐個拉嘅，嗱，今日咧就拉七個，係嗰個所謂嘅起底組，係啊，可能三日後就拉兩個，涉嫌闖入立法會，甚至有啲可能你 Facebook 就話你會係煽動人都唔出奇。你慢慢拉下嘅，殺一儆百。咁你老實講，精神壓力都仲係用呢啲招數，冇用噶。第一，你即係法院佢判得幾多年，入唔入到罪都成問題啦。嚇，但係佢仲係用呢啲招數啊嘛。係啊，而最簡單嘅就係我哋都話啦，其實我哋提出嗰啲真係好合理嘅嘢嚟嘅。即係大家，你如果大家仲當大家係一家人嘅話，其實林鄭月娥當然唔當啦。到呢一刻 ，at this moment， 佢都從來作為一個特首，作為佢話佢係阿媽，都未 respond 過我哋有三個人。死咗啦！堅佢仲要將啲問題全部 delete 曬，好似冇人問過一樣。然後今日仲要屌你老母，而家真係驚弓之鳥，不斷網上你唔好理佢真又好假又好，全有人話會好絕望。嗱，我唔覺得嗰啲人一定係惡作劇㗎，因為喺一個咁大嘅運動，我今次嘅直接參與比較少啫。但係啲後生仔，佢可能真係兩三個禮拜喺個街度嘅。真係啊！連我啊都祈禱啊！我短30年命啊，都希望今次搞得掂啊！咁你30年命你死嘅咯喎，咁就好容易啊！咁我預計有70歲啊嘛，即係得幾分分都仲有5年，係啊！好啦，休息一陣啦。面如死灰，咁啊，接翻頭先嗰次咧，嗰個運動海何從？其實正如我喺個街站度講過啦，即係香港嘅命運就係由香港人自己書寫嘅。今次呢班僆仔咧。即係我認為佢哋能力係已經喺佢哋嘅能力入邊做到盡㗎啦。OK， 可能仲可以做得多啲嘢，即係我哋網上軍師或者事後好敏感啊，有好多辦法啦。甚至乎即係譬如我哋而家都會喺度㗎。即係我哋個網上面都我哋個 chat room 都有啊。Assist me 啊，佢就話：呀，大家諗下辦法幫後生仔啦。我哋個個都想幫啊，你講我哋點幫？點幫 ？OK， 最關鍵嗰個方法救人咯，打交。啲人成日話點樣升級點樣升級啦，唔夠差佬打啊嘛！你100萬、200萬、300萬出嚟打，其實最關鍵啦。咁但係當大家知道原來300萬人出嚟打，或30萬人出嚟打，原來係個個都唔制嘅。因為如果你幾百萬人一定贏嘅咧，照計都唔制嘅時候，咁其實你就唯有選擇和平嗰條路咯。但係和平擺明話俾你聽。103萬人上街，我係唔會理你嘅喎。即係話啲運動去到咁上下，係一定要有人犧牲。而嗰班點解呢班僆仔做嘅嘢係好多所謂 KOL 啦，即係包括我啦，或者好多其他人都講過嘅勇武抗爭、闖入立法會，包括我網上面我見到好多人咁樣講嘅。好多年啦，但係結果佢係闖入咗啦，咁有冇人去制憲啊？
即係或者我哋呢班人點解唔即刻衝埋入去屌你老母？而家就宣布又成立臨時政府咧，唔好靠啲僆仔啦。即係我哋成日話，喂，即係成日網上面見到啫，喂，仲唔乜嘢？仲唔乜嘢？真係你會覺得屌你咪咁你點啊？嗯，係嘛？於是乎就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就將勇武抗爭就排咗去嗰、那個。啊，即係好人性化啦，因為你一定係安全範圍入邊先會多人參與啊嘛。係啊，但安全範圍入邊，佢係唔理你啊嘛。佢200万人遊行，300万人遊行，佢都唔理你啦嘛。佢唔同外國政府，因為你係民選政府，甚至乎人哋係有廉恥嘅政府。甚至乎有啲獨裁國家都好。OK， 喂，佢真係啲人會出嚟拼嘅。而你。即係我唔好在今次都我覺得係進步嘅，唯有我只能夠咁講啦。God bless Hong Kong 啦，俾時間佢啦，起碼有81%嘅人咧都唔認為，都認為佢哋表係冇做錯。嗯。咁但係仍然有好多包括所謂嘅泛民嘅人都係覺得，誒、哎、或者啲保守派咧都係有事要慢慢講。屌你講咩有事慢慢講？嗯。講緊到屌你諗，你有冇聽過啊？講咗22年咯咯，有事。林鄭月娥。佢而家呢個咧係佢性格咧，令到佢咧係冇得退。老實講，我琴日講過啦，如果你稍為有人性同情心，喺啲唔同嘅媒體度聽啲僆仔咁樣講嘢，你唔好話辭職引咎啦，你係可以好多嘢咧啊做得柔即係柔軟啲嘅，甚至乎亦都可以作為一條橋梁。事實上，你做特首亦都係呢個職位啊嘛，去同嗰個中央去講，喂咁樣唔撚係辦法嘅喎。你覺得佢你個老細一定唔會聽咩？尤其是不過咁講，去到而家呢個位置，佢可能老細真係唔聽佢啦。但係佢當紅嘅時候，我講緊當紅的時候係幾個禮拜前啫嘛。佢其實係可以好多嘢同佢老細講嘅。不過佢個 ego、佢個驕傲、佢嘅串或者睇撚死你香港人，係啊，佢咪結果將件事搞到咁。你諗下頭先無恥到屌你老母閪啲記者嗱，首先要咁講，我咧上個禮拜我又屌完啲記者嘅，但我覺得而家今次啲記者咧，即係起碼喺呢件事情上面咧，即係令到我對香港啲記者，甚至乎 TV 記者咧，我都即係我而家即係我要終於承認啦。其實我就不嬲都知嘅，不過有時我哋講嘢講大啲嘅，即係做節目好聽啲咁樣。記者入邊當然有好人有唔好人啦，而且我相信好人嘅係多，不過管理層咧就麻撚煩啲啦，因為點解咧？又係嗰個簡單道理，十幾萬個月供緊樓，自我審查於是，52歲，係啊，你想佢點撚樣啊？係嘛 ？OK， 咁啊，今次前線啲記者咧，喂，嗱呢啲就叫做問問題啦，頭先問嗰啲，係啊，呢啲就叫呢啲叫問問題啦，仲有冇留翻個位俾你啊？嗱，其實咧，對於一個特首咧。咁樣講嘢咧，嗱你唔理佢點都好，嗱我當然對我嚟講梗係冇問題咯，屌我啲如果俾我見到林鄭月娥，我屌柒佢，屌你老母我都仲得。嗯。咁但係好多人咧，其實好奇怪嘅，居兒戲養兒睇，佢既然坐得呢個位，佢就自不然有嗰個勢啦，慢慢，初時我都會慢慢有。好多人見到啲人咧，因為我哋特別係華人咧，係狗一樣啦，屌你咁幾億身家，見到個區議員都，唉，係楊議員咁樣樣。因為覺得佢有權，係啊，其實佢即係一個街坊保障，屌你咪低賤到唔低賤。係啦，係區議難嗰區議員，係個個行過都屌實佢啊。係，其實係啊。我整唔好條條水喉又俾人屌嘅。係啊，其實係啊，使乜啫？嗰陣時你去選區議員啦，唔好話想做區議員啦，已經要屌你老母閪，屌你咪朝6晚12，屌你日日俾人屌啦，咪就係啦，仲要鞠躬好好撚乖啊，好撚禮貌啊，屌你乜？但係冇辦法啦，我覺得係咁撚賤噶嘛，你要啲記者，好而家跑前線記者好多都係比較 junior 啲嘅，後生啲嘅 ，OK， 咁當然我唔排除有啲記者做得耐啲，不過佢唔想升，因為佢中意喺前線，有啲記者有啲人係中意跑新聞嘅，嗱事實上就係、是、又係講嗰樣嘢咯。跑新聞跑得好嘅喺外國咧，你咪繼續跑新聞咯。人工會慢慢加，因為你跑得好嘛。係啊。咁但係香港好多問題話，而家好多管理嘅問題啊，你跑得好，於是乎就升咗你做啊，譬如話啊編輯，或者你要去做 sales 嘅 sales manager。咁但係原來你叻唔係叻在編輯噶嘛？叻唔係叻在屌做 sales manager 去 motivate 嗰即係去激勵嗰班友啊嘛，原來叻在就係做 sales 就係跑新聞啫嘛。咁結果啲前線記者咪懶撚住嘢咯。咁但係香港個情況你冇辦法唔上啦，上個位爭好撚遠人工喎可能。咁好啦，喂佢哋點問啊？佢哋問咧，頭先問到阿林鄭月娥喺3-4點嘅時候咧，就面如死灰啊。嗱，頭先你聽唔清楚啦，我專登 drop 低佢嘅，佢話。
喂，而家有啲示威者咧，特首佢話自己視死如歸，你覺得自己有冇責任啊？嚇，今日令到今日有暴力事件發生，點解會令到青年人會講視死如歸佔領立法會呢？係咪因為政府唔回應佢哋嘅訴求啊？嗱，咁呢個都算串噶啦，但係都未算串嘴。佢話：喂，特首，三個年後生仔自殺，你有冇聽見年輕人嘅聲音啊？做乜咁多人唔回應啊？你唔係話要多啲聽聲音嘅咩？因為啱啱嗰朝先講喎。係啊，要溝通喎。OK， 咁啊，特首，你成日話天堂留咗個位俾你，你而家有冇？對得起三個，你覺得自己有冇對嗰三個自殺者嘅家屬唔住啊？係咪仍然覺得自己喺天堂有個位啊？你驚唔驚落地獄啊？哇！你見到屌頭先林鄭月娥兩隻字，嚟落眼地獄啦！林鄭月娥直情係咧屌啲面如死灰喎、啊嗯！我諗佢成世人未撚試過咁撚樣啊！因為嗱，以前俾黃毓民嗰啲咁嘅人屌咧，佢都可以話，即係包括阿曾蔭權啊，屌、你老母你哋啲撚樣爛仔啊！呢咁，屌你老母！如果啲記者咁樣問你喎、啊。你可以屌柒佢，你可以去 Donald Trump 咁屌柒佢哋噶。你夠唔夠姜？佢唔夠姜，面如死灰。好啦，有個話：喂，你係咪完全睇唔到有人因為今次事件而死啊？係，其實係不斷問嘅，所以我要講一次，驚你哋聽唔到啊。佢話示威者琴日嘅行為啊，即係其實今日啦，今日嘅行為啊，係咪因為你唔回應訴求所致咧？你覺得啊？佢話今次嘅事件啊，係因為係咪因為你覺得係咪因為你唔聽民意咧？嗱，有人話用咗好多方法嚟爭取喎。但是你都不理先出現今天的事件，今天的局面，你覺得自己有沒有責任啊？特首林太，你有沒有會不回應啊？那他回應就回應回今天7月1號我們有兩個 statement 就譴責我，即其實就是譴責和要執拿。他這算不算是中正圖口中的九不搭八呢？我屌你老母，是完全九不搭八啊！你老母臭氣，人家問 A 你搭 C 做什麼東西啊？你真是含家產之中含家產，要是就不搭。講真，撞輪啊！對佢係出嚟啦，對佢唔係啊，對佢係唔需要任何仁慈嘅。屌你老母係，我當佢如果自己唔做嘅，咁你有吉事有老公啊嘛，咪唔撚做咯？你鳩佢係咪屌你老母啊？最撚多咪俾翻幾個月佢咯？你撚得佢屌你老母點樣簽嗰張約啊？冚家產，定係你真係有乜嘢俾人揸撚住嗱？我唔覺得林鄭有咩俾人揸撚住啊！屌你咪純粹自己 ego 嘅啫。好啦，屌你老母，你唔好喺度扮委屈。你同啲魔鬼打工，你唔係今日先知噶嘛？你淨係諗下，屌你老母閪！你嘅惡行，我哋上個禮拜數過份撚時數啦，係冇單嘢做得好啊！屌你老母，由當年嘅屌一筆過撥款，到最近嘅元水事件，然後仲要俾個應耀康屌你老母閪金紫荊，屌你老母係傲慢到不得了，咁都唔夠賤，屌你老母特首扮重賤，今日出翻個心即係。逐字記錄的新聞稿，我相信他這個不是法律要求，因為特首辦呢就不是會立法會，但特首辦今天出了這個訪問稿呢，竟然是將剛才所有的問題呢是 delete 了，是沒有的平行時空啊，屌你屌你老母臭閪，這些真是正宗造假啊，這些喂老實說啊，中國人本色為什麼會這樣，就是你香港就墮落咯，如果是林鄭月娥指使你哋咁做嘅，喂老細唔撚對路喎，傳統唔係咁做嘅喎。喂，我哋成日講工具理性，工具理性，工具理性，亦都話簡單啲講，唔好用嗰啲 terms 啦。簡單啲講就係、是，喂，各人做好自己本份崗位。個世界個香港都冇諗得咁撚快，分分鐘都未必係林鄭叫。是啲撚樣自己，我覺得啊，屌你老母，咁撚尷尬，問到我老特，咁問到我特首，刪撚咗佢。屌你老母！你去到呢啲時候，你做呢啲嘢，嗱呢個世界咧，互聯網年代啊，會係知啊嘛，大佬五十年前啊，呢個世界咧，真係要咁講啊！其實我哋不斷見到近日好多文章，因為俾後班後生仔感動咗，好唔同崗位嘅，包括政府，甚至乎有人買 AO， 我唔知道，我相信有嘅。但是真的有這種道德勇氣，真的有這種勇氣去即叫破茧而出的人，畢竟都是沒有，畢竟都所就是只有那群小孩，所以我們會這麼愛惜他們，因為他犧牲肯付出，還有腦有智慧，有策略，你們這群大人做什麼事啊？你想想，學你所說，不要叫人好像我們這樣，你不要說什麼，我們有大把親家都是床頭露尾，屌你整個卡通樣，屌你諗喺度。Facebook 都唔夠膽露真身，講乜撚嘢？日日留幾百個 call 話要殺我全家呢樣嗰樣，屌你諗我都話我講嚟講去，我一條友走開街行。屌你諗，連俾
即係只有同我打招呼，喂，斌哥，從來未試過俾人屌老母。嗯，真係冇撚出用，仲要牙刷刷咯，對平時。我個不嬲都咁撚串噶啦，我屌你老尾係。好啦，咁啊，當然啦。阿陳建波咧講下，陳建波咧，本來我都唔想講佢嘅，因為好濕碎啊啲嘢。咁啊，琴日咧就話咧，立法會咧，要整5000萬。咁今日陳建波走出嚟，哇！咁樣搞法，睇嚟即係今日你啲立法會員翻去立法會先執翻啲死嘢咁樣。哇！要整成億啊！我屌你老母！立法玻璃都要都成千萬，唔知點。我屌你老母，就係我真係唔撚使講咁撚多。嗯，即係可能要啦。咁佢撈油水啊嘛啲人，屌你老母，當你個特區政府起個廁所都要幾千萬，起個橋都17億啦。我屌你老母，爛幾塊玻璃，噴下油，噴下油翻身，屌你咪油下油順便，啲古董圖書全部佢冇事啊。屌你咪1000萬都有找啊！喂，但你諗下咯，依家你買一個200-300尺嘅樓。都要700-800萬，買400-500尺都要過1000萬嘅時候，咁你立法會要裝修少少過億係咪好正常啦？屌你諗啦，如果過億嘅，你屌你判俾我做啦，我屌你8000萬個搞撚掂你，屌你包搞撚掂。OK， 咁啊當然啦，就講下呢個范徐麗泰啦。范徐麗泰又講乜嘢咧？本來咧即係去福彩俾人掉嗰啲記者訪問佢啦。哎呀，佢實嬲嬲豬啊！佢就話：，唉，掉張社相小事啫。咁你唔好講咯，咁小事。佢話掉，佢話係整，就算整爛三張都冇所謂啊。佢話咧。即係，但係港英政府時期嘅立法局主席嘅照片就完全安然無缺。呢樣佢先嬲啊！咁佢哋嘅訴求咧，係想翻去殖民地時代，到底做二等公民好定做特區嘅一等公民好，自己決定啦咁樣。嗱，佢呢啲唔係負氣説話，佢啲係陰諗毒。嗯，因為咧，我要同大家講，好多人，包括有啲黃絲，包括而家有啲文章傳上面大陸啲人話。唉，原來你追求民主冇所謂啦！啊，原來佢掛翻嗰支旗上去，於是乎你話：哇，咁樣就係侮辱中國人，好多人係咁嘅態度嘅。係啊，我屌你老母！掛英國旗就梗噶啦，屌你老母！喂，如果開學你講啦，你決定係做啲咩人啊？我相信你即刻俾香港人自己決定做公投，10個有9.9個都係要翻翻港英年代、啊。其實香港人包括你啊，其實香港人好撚賤嘅，成日講政治現實。打唔過共產黨，始終係中國人。屌你老母！所有一切一切認為當日你諗喺即係個歷史洪流入邊啊，當日被認為冇可能嘅嘢啊，咁咪一個一個由一個一個嘅夢想家，所謂一個個烏托邦而起嘅。咁、結果當然有成功有失敗啦。但係你連個夢你都唔夠諗有嘅時候，你點可能有成功咧？嗯，我真係要問你點可能有成功咧？國際形勢瞬息萬變，如果香港爭奪翻一樣最基礎嘅嘢，嗱呢樣最有可能啦，就係、是、喂點解我當年缺席嘅時候，喂聯合國話明啊嘛，因為就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佢哋制定咗條法例，我唔知1960年代尾啊，就係話所有殖民地係有權自己去決定自己命運噶嘛，無論係獨立歸你以前嘅祖國，定係逗留喺而家嘅都得噶嘛，咁於是乎分獨立啊嘛。點解香港會冇撚咗呢個嗰個 privilege 嗰個咩啊？嗰個機會咧？喺殖民地名單被剔除，因為聯合國，因為美國咯，背後主使咯。因為中國 ，OK， 中國嘅要求嚟嘅。嗯，中共啊！屌你老母，就係如果爭取到呢樣嘢啊，喂，遲咗20年、30年、40年嘅嘢，再俾你公投一次。你哋可能係公投獨立，可能公投歸英，可能係可有人話要好保留現狀，我唔知。有啲話一國一制，咪大家睇咯，投票睇下咯。你敢唔敢啊？范太話可以決定，我都想可以決定。如果我可以決定，我真係做英國狗啊！都唔喺依家香港唔係二等公民啊，即係連三等公民啊，低過啲蝗蟲，低過啲既得利益階層啊。嗱，即係連公民權利都冇啊！公理都冇啊！佢講得好，佢好簡單嘅，佢話自己決定啦，做一等公民好。即係而家一等公民，定做二等公民好？我哋唔好用我哋咁武斷。各位網上面嘅朋友，3634人，你如果想繼續做一等公民嘅，喺我哋偉大嘅祖國，大家都係支那人啊嘛，中國人啊嘛，就一。如果你想歸英做英國嘅二等公民，就二。屌你諗，我哋繼續做完呢節，我哋統計，我不如同我哋統計。屌你，我唔使睇啊，我夠膽講啊！只要稍有血性，屌到男有賓州，女嘅有個波嘅，都一定揀二啦。唔好话做英国人啊！屌你老母，做英国嗰只狗啊！屌你做英国，屌你老母，系企喺嗰条，屌你老母嗰啲咁啊！
咩红卫咩御林军啊，话做英国俾御林军骑嗰只白马都好啦，我做中国人啦，唔得惨。你唔好话俾英国，就算话俾埃塞俄比亚去管啊，都唔要俾你知。哇，唔系喎，司徒辉有个司徒辉喎，屌你话一喎，竟然。唔系啊，头先你初初话一噶。哦，唔系，唔好个卷咁快。嗱，屌你老妹，喂，真系大粒镬，呢个真系奇景啊！影捻出嚟，几千人，已经唔切啦，系咁。屌你话唔捻点啊！屌你喂，你嗰班你都反中乱港嘅，原来。屌你，仲有啊？喂，好似心哥上身啊。系。咦？咁我哋点解呢啲细路仔，佢哋都十几岁都未享受过，都未出世，点解会怀念港英嘅？屌你有乜点解啫？有 common sense 啊！净系行出嚟。Excuse me, my name is Mary Mom。喂。多個人都 high 啲啦，著住件西裝，插住個袋巾，改埋姓唔好 Baby 嘛，唔係你 Baby Jackson 嚇，唔係 Jackson 嘅，當 Baby Boss 咩 Steve 啊，嗰啲咧 Stephen 神啊咁嗰啲咁樣嘅 Steve Baby Steve 幾撚型啊，屌你老母閪都唔撚使講咩，喂真係慘啊，喂揾個一嚟睇下啦，喂同埋大佬人哋真係公民啊，有投票權啊，喂人哋二等公民有投票權啊，香港又冇啊，我哋真係嗱，我哋真係要整翻個嗰啲咩嘅嗰咩工聯署啊，工聯署啊，嗱今次唔係乜嘢，係俾我哋即係將呢個詞來嗱，連登兄弟嗱呢一個嗱連登兄弟咧呢一排咧要低調啲，但係咧唔撚使驚嘅，屌再唔係又咪整多個佢整多個 Twitter 你 follow 咗未啊？有我都要 follow 啊 ，follow 翻先，搞到我都要開始用 Twitter。喂 ，Telegram 啊，全部要用啦。喂，我諗我哋真係咧，屌你老母閪，要喂你問下啦。喂，呢個就係民意啦。嗯 ，OK。他轉撚到我。喂，有啊有啊，有啊，有一個有一個人啊，有一個人啊，有個人做中國人啊，有個啊有都有幾個都有係喎，都有幾個喎。啊，好嘢好嘢好嘢 ，OK。好啦，咁另外啦。阿湯家驊同埋陳宏毅呢兩個都係冚家產嚟嘅，咁啊講乜嘢咧？實田一個啦，呢兩個就話咩咧？你講真啦，如果匿名嘅，我諗佢哋都係異議啦。梗係啦，阿陳宏毅啊，湯家驊咧，主要就話：哎呀，即係點解佢一定咁出嚟啦？又話咧，屌你諗乜咁樣衝入立法會啊？即係令到佢好撚失望啊！又話嗰啲政黨唔譴責佢哋，梗係啦，佢梗要話政黨，因為佢同公民黨唔妥啊嘛，而家。咁啊，即係令人哋好痛心啊，破壞法治啊，連陳宏毅都係咁講。咁我就想講乜嘢咧？好簡單啫，其實咧之前我哋講過一百次呢個邏輯，因為咧尤其是嗰啲藍絲好中意咁講啊。大家搞清楚，大家搞清楚先，搞清楚一樣嘢，佢哋衝入去立法會，嗰係破壞咗啲玻璃，嗰啲個犯法，嗰啲唔係叫破壞法治。即係你咁講都唔明點解你湯家驊、陳宏毅會咁樣講咧？喂，仲話社會好唔掂，尋日先升咗三百幾點，就算你維警總啊，係即係都冇事啊。我 friend 林 Y 係見到啲咩情景咧？嗰頭警總喺洛克道俾人圍，側邊後少少咪又喺度攬女啊，嗰啲太妹啊，喺度揈波啊，冇問題㗎，一樣喺度玩。你出嚟唔好講暴動，屌！唔係我想咁講，你話如果乜嘢個破壞法治咧？你係唔根據你哋嗰個法律去做嘢，OK， 你可以，你如果唔拉人，咁係咪破壞法治啊？都未必係嘅喎，可能係政治考慮喎。但係如果你俾人哋見到你哋，哦，係有啲人同一件 case， 你會拉；有啲人你唔會拉嘅。我哋見到執法嘅人係有啲人會拉，有啲人唔會拉；見到檢控嘅人，有啲人會告。有啲人唔告嘅，呢啲咪破壞法治咯。你最多能夠話嗰晚嗰啲人係犯法，係刑毀，你有種嘅告埋佢哋暴動都仲得。但佢哋就冇破壞法治。屌你老母，就成日用呢啲嘢嚟咧，即係屌你老母嚟呃鳩人啊！香港人特別我啲聽眾唔可以咁撚蠢嘅。只有公權力嘅人先可以破壞法治。我作為一個小民，有權不用，有權不守，或者佢 O， 或者佢係過。過度膨脹嘅權力，過分濫權呢就破壞法治。屌你老母！我哋點破壞法治啊？我哋最極強係犯法啫嘛，殺你個撚樣，但呢啲仲係咩法律界學者喎？真係冚家產嚟啊！屌你老母！你識條撚法律咩？你老母臭閪，搞細路女又識啱休息。